学，我一生教神学超过45年，我只讲过2次宣道学。人家问说，唐牧师，你讲到这么多，为什么你不教宣道学？问得很烦。后来我正式回答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2次教宣道学都是勉强的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办了神学院，我做了神学院院长，我教了神学几十年，教神学，那怎么可以不告诉人家怎么讲道的方法？那我是勉强的。他们说，为什么你教宣教学是勉强的？你要我要不要我诚实告诉你，我从最神圣的内心告诉你，我不敢教宣教学，因为我感到我自己讲道不好。哎呀，不要客气了，我不要客气，我要生气。你怎么讲道不好？你讲道世界出名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谈那个东西，因为神的怜悯我还在讲道，但我自己感到我讲道不好。我不相信可以学一套宣教学，那就懂得怎么样讲道的方法就可以站在人的面前。那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运行，神的爱在你心中激励，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透过你，把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跟道之间的认识，把它分解出来，就众人你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个宣道学是真的，你没有挣扎，你没有经历，你没有真正与神同在的这种特殊的个别经验，你是没有可能讲上帝的道的。今天我凭什么上台？凭说我讲道已经57年吗？凭说我曾经读过神学很久吗？凭过我已经教神学差不多50年吗？我凭着什么上台？凭着神的能力，凭着基督的爱，凭着跟他一同活在神的恩典之中的经历，跟着他圣灵的感动，我站在台上把上帝的道讲给你。我的神宣道学不是个人经历跟学问的堆积，我的宣道学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分享，这个宣道学才是真的。